大家好，由于台湾街头巷尾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餐厅与茶饮店，为了帮大家省荷包，我们国际同业协会向大家介绍热泵在餐饮店的节能应用。自经济部的统计数据来看，我国餐饮业每年均以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速率持续成长，成本的管控对产业的永续经营也相当重要。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热泵。 其实热泵功用与构造类似冷气机，只是冷气机把家里的热搬到室外去，而热泵热水器则是吸入环境中五度 C 以上的空气，截取并浓缩其热能，把水加热到六十度 C。此外，高阶的二氧化碳热泵更可加热到九十度 C。假设我们有一百单位能源可将水加热，首先。 因为电厂利用率通常只达百分之三十五，再加上电热水器本身百分之五的耗损，最终只有三十三单位的能源会转为热水。相对的，热泵热水器与其他热水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，它类似杠杆原理，以小博大，借用空气中的热能将水加热，自己仅扮演支点的角色，最终导入一百零五单位以上的能源转为热水。 比较各种热水器的燃料相对成本，将水加热的总量相同时，电热水器耗用成本若为一百，桶装瓦斯热水器则为八十三，天然瓦斯热水器为四十五，而热泵仅仅只有二十四，省钱又环保。若从每月支出的实际燃料金额来看，每天使用两百公升热水洗澡，电热水器每月需付一千零八元电费。 桶装瓦斯热水器每月需付八百四十元瓦斯费，天然瓦斯热水器每月四百五十元，热泵则两百五十元有角。热泵热水器比其他类热水器省两到四倍的燃料费。由于每年餐饮业都有使用明火造成伤亡的案例，因此越来越多业主采用电磁炉与电热水器。 接下来，我们就把电热水器与热泵在餐饮店的营业成本做个比较。假设 A 餐厅一天需一千公升热水，使用电热水器每月用电一千三百五十六度，热泵则需四百零六度，为电热水器的三分之一。热泵全年可省电费三万三千元，一点七年可将机台的投资回收。因热泵制热到六十度 C。 我们只比较两者在二十五度 C 加热到六十度 C 这段的成本差。假设 B 茶饮店一天需五百四十公升热水，使用电磁炉每月用电七百三十二度，热泵则需两百三十一度，为电磁炉的三分之一。热泵全年可省电费一万八千元，三年可将机台的投资回收。若 C 茶饮店一天需三百公升。 使用电磁炉每月用电四百零七度，热泵也大约为其三分之一，一百三十四度，每年可省电费约一万元，六年可将投资回收。在装配方面，可参考此图：先用热泵将水加热到六十度 C，再用既有的电热水器或电磁炉加热到九十五度 C。而在设备选择上，台湾热泵协会及能源局网站上。 列有多家厂商的热泵符合节能标章需求。最后做个总结：热泵热水器安全，不会有瓦斯外泄、爆炸等风险；效率高，又省燃料费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对地球友善。在制造热水时还会排出冷气，可用来改善工作环境。一般餐饮店可在三到六年内回收投资。用热水量每日达一千公升者。 更可一年回收。若大家有任何指教，欢迎与本会联络。谢谢您，我们下回见。